这个是四爷爷啊，他们都说小雀跟你像了。哦，小七月，我们回家家开不开心啊？大包小包整理了好多呀。回家家给小七月办周岁了啊！呀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！爸爸还在直播，我们等爸爸回来再走，好不好？爸爸回来喽，要带宝贝回家喽，东西都收好了，那我们准备撤吧。妈妈，爸爸要装行李了，我先去装行李啊。好，走吧，小雀，走吧。现在把总闸关掉。走，回家。太热了，这么多东西，快来上车上车。啊，太热了。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下哦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呢？哎呀，这个都不好装，这个车太占空间了。哇，我的天，这个真的是太烫手了。四个小时。姐他们酱都干成这个样子了。小了三分钟，我都32岁了，我都第一次碰到这么热的时候。我是一个不怕热的人，今年是24小时空调，真的打个不停。今天一整天没吃饭，早饭中饭都没吃，在服务区吃个面条。感到彷徨，我们到家了，老爸现在做饭，看他做了啥好吃。这么久第一次下厨啊。嗯，老家，我们到家了。到了，拿行李嘞。耶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我去抱一下。我们在哪呢，宝宝？知道这是这个谁呀？这个谁呀？这个太奶奶呀。啊，哎呀，哎呦，我算了，水，纯水，冬笋啊，冬笋。大包小包，哇，饭做好了。哎，奶奶，哎，螺丝等你回来烧。这个是四爷爷啊，他们都说小雀跟你像了，来看一下像不像？给四爷爷抱一下好不好？不要啊，来，到底看一下像不像，他们都说很像。哎呦，哎呀，看一下。看奶奶抱一下。你伤心了耶。你都伤心了。抱吧。来喂爸爸吃啊。哎，这个宝宝真乖。你还要喂爸爸吃？我有。这么小就知道孝敬老爸了啊！妈妈吃辣椒。不要喂我吃，喂都不喂给我吃。妈妈也要吃嘛，妈妈也要吃，给哥哥妈妈吃。对。哎呦看你外公累的满头大汗。哎呀，好棒啊，小七，你好棒！
鼓掌鼓掌鼓掌，欢迎这些小姨们。